传说中的进口黄金奶源。跟我一起寻找它的秘密吧。进口黄金奶源，既要是南北纬40到50度之间的温带草原，又要富含矿物质的清澈水源，还要充足的阳光和富氧的清新空气，孕育出多汁的纯净牧草，再加上优质的荷斯坦奶牛，这样优质的生态环境才能生产出黄金营养的德亚牛奶。德亚将源自德国的黄金奶源，带到中国。为每一个你源源不断的黄金奶源力，德亚进口牛奶就是王源之选。德亚牛奶连续3年进口牛奶销量领先。